小慧，小慧，你上周比赛怎么样啊？是不是又是第一名啊？人家哪次比赛输过呀，是吧？结果还没出来呢，你们别乱说，还不一定是我呢。哎呀，这又没悬念的，你还谦虚什么呀？到时候奖一下了，可得请我俩吃饭啊！啊，好。那快坐下，咱们来宣布一下上周的比赛成绩哈。来来来，证书来了，一会儿我来给你们气氛组啊。恭喜辽宁获得第一名。 高小慧这次没拿第一名，我还以为她会是落榜。这次她心里可难过了，是不是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哎呀，小郭，小慧没来吗？她回宿舍了，你待会回去别跟她说比赛的事儿了，这次落选了，肯定特别伤心。对，你们安慰安慰她吧。落选？听说咱们慧姐比赛输了，真丢脸呐！本溪起啊，高小慧专属的，我。 我那是失误了，可拉倒吧！高小慧还能失误啊？都死啊！你不是号称不败战神呗？我难道只能赢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能犯错，不能失误，不能运气不好，参加比赛就必须第一。我凭什么？垒就破防的，输掉比赛不让锁的。谁规定我一定要赢了？我又不是神仙，你们俩比赛都没参加，有什么资格说我呀？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对呀、啊。 你又不是神仙，怎么可能会一直赢啊？都死啊！你又不是没努力，干嘛把别人的眼光看那么重？输一次比赛而已，下次赢回来不就好了？都死，每次就算是给他们一个机会，下次第一名还是我们的。别难过了，看看这个，你什么时候买的？本来是给你庆祝得奖的，现在就迎接学神下凡喽！什么鬼？赶快打开嘛，我都饿死的，我想赶快吃一口。我去给你开门。